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第十三讲的科学概论。我是韩胜韩老师，我们另外一位老师是陈一芬陈老师。同学大家好，我是陈一芬陈老师，很高兴再次见面。那么我们在上讲次呢介绍的第六章有关运输与太空科技，本讲次呢我们介绍第七章的前面两节，那么有关纳米科技与微机电技术。 本讲次的单元目标有介绍纳米科技，再来呢介绍微机电系统。我们先看纳米科技的一个定义。在一九八二年呢，扫描隧道显微镜那么发明以后呢，便诞生了一门以零点一到一百纳米为长度的研究分子技术。它的最终目标呢，是直接以原子或分子来构造具有特定功能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做纳米。 啊，那纳米呢是一个长度的单位，一个纳米呢是十亿分之一米，那就十的负九次方米，它是约为分子或者 DNA 的一个大小，它是头发的大概约十万分之一。那么纳米科技呢，乃是根据物质在纳米尺寸下面一种特殊的物理化学特质或现象。 有效的呢，将原子或分子组合成新的一个纳米结构，而且以这个为基础设计、制作、组装成一个新的材料，产生一个全新的功能，而且加以利用的一个知识和技艺，有别于传统的由大缩小的一个制成。纳米科技呢是由小而做大。那么，纳米科技包含了它量测、模拟、操作。 精密加工和制作小于一百纳米尺度以下的呢，呃，我们都称为纳米的一个可技术。我们以图二来看看，在这里面呢，蜂鸟呢，尺度呢大概约八十毫米，红血球呢，大概是约十微米，大概也就是一万纳米。那么可见光的波长约是零点五的微米，大概是五百纳米。那么滤过性病毒呢，约五十纳米。 那么，去氧核糖核酸，我们的 DNA 呢，约一个纳米原子的尺度呢，约一个 i 叫零点一0零点一的纳米。那么，我们可以利用操作数个至数十个，最多一至两百个原子的一个科学技术。那么，这个纳米技术的各项研究领域呢，并不局限在某一个或单一研究领域上，只要研究标的为纳米级的一个题材。 均属于纳米技术的一个范围。那么，纳米科技简单的说，就是利用在纳米尺度下对物质的控制、创造、利用、结构、装置或系统的一个统称。而纳米结构是具由原子、分子、超分子等级的一个操控能力，所产生具有新分子组织或较大结构系统。 这些结构或系统具备有新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与现象，在利用纳米科技的一个结构或特性去探讨奇特的现象，并能有效地制造加以利用这些结构特性。那么，纳米科技呢？与实际运用上并无统一的定义。一般说法是是指物质在纳米尺寸下呈现。 有别于聚光尺度下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与现象，所以纳米科技便是运用这方面的知识，在纳米尺寸下等级的微小世界中操作、控制原子或分子，组合成新的纳米尺度的一个结构，我们称为纳米材料，以便呢展现新的机能与特性，以此为基础设计、制作、组装成新的材料、器具。 或系统，使之产生全新的功能，并加以利用的一个技术的统称。那么，纳米科技的目的、最终目标是依照需求，透过控制原子、分子在纳米尺度上表现出来的崭新的特性，加以组合，并制造出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那么，接着我们请陈老师继续说明下下面的部分。好，那我们谢谢韩老师对纳米的介绍。 那接着由我为各位介绍微米跟纳米的区别。好，那微米我们简称 new m 好，然后纳米我们简称简写成 nm。那微米跟纳米其实都是,都是度量衡的一个单位。那一个微米哈就是一个 new new m，大约是等于十的负六次方 m。啊，那一个 nm 也就是一个纳米是十的负九次方 m。那而材料尺度呢，从微米一直到纳米。 它所代表的意义啊，代表意义不仅仅只是尺寸的缩小，同时呢，新而独特的物质的一些特性也随之而出现啊。那我们说在纳米的一个领域下啊，也就是一到一百个 nm 的领域之下呢，许多的物质的现象啊都会有所改变啊。举例来讲呢，例如它的质量啊会变轻啊，那它的表面积啊会增高。 啊，那整个表面的曲度啊会变大，那整个热导度啊，或者是说导电性啊，也明显的变高了许多。因此呢，借着这些特性，也就衍生了许多新的一些应用啊。那我们知道，纳米科技啊，就是应用这各种方式，我们把整个材料，还有一些成分，还有界面的结构等等的，啊，控制在一到一百个 m、MM、n m 的大小啊，并且改变它的操控。 那观察啊，随随着观察而来的一些，包括物理、还有化学、还有生物的性质等等的这些变化呢，啊、哦，以应用于一些产业界，啊、哦，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些介绍。那我们知道，整个纳米效应哦跟现象，长久以来其实就已经存在自然界了，啊、哦，并非全是一一个科技的产物。举例来讲呢，好像蜜蜂体内哦，因为存在的磁性的一个纳米的粒子。 哦，所以它具有罗盘的一个作用，哦，也就是可以为蜜蜂做一个导航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导航。那莲花之所以出污泥而不染，哦，也是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说水滴，啊，滴在莲花的叶片上呢，它会形成晶莹剔透的一个圆形的水珠，哦，而不会摊平在叶片上的这种现象，哦，其实就是莲花叶片表面的表面的一个纳米结构所。 造成的。哦，我们以荧幕上这个图来看，哦，我们看到莲花它的上面啊、哦、滴水珠的一个现象，啊、哦，这就是纳米结构所造成的一个莲花效应，哦，好，那图三啊、哦，同学可以参考一下，啊、哦，就是我们知道的莲花效应，啊、哦，那这个莲花效应其实它也被广泛的开发而制造成一些商品，成为环保的涂料，哦，那有关纳米的纳米的一些应用呢、哦，还有它的发展呢。 我们再请韩老师来为我们做介绍。那么我们知道呢，纳米科技发展的一个三阶段，我们可以从这边呢来看看。在一九五九年的时候，物理学家有一个理查·费曼，在出席美国物理学会年会的时候呢，做出一个著名的演讲。啊、哦，他翻译中文说，在底部还有很大的空间，提出一些纳米技术的一个概念。虽然在当时仍未有“纳米技术”这个名词。 他以由下而上的方法，哦出发，提出从单个分子甚至原子开始进行组装，以达到设计要求。他说，至少依我看来，物理学的规律不排除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地制造物品的可能性，而且预言，当我们对细微尺寸的物体加以控制的话，将极大地扩充我们获得物性的一个范围。 这被视为纳米技术概念的一个灵感来源，而且表示呢，纳米技术进程预测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进度表表取决于更先进仪器设备与更高解析度的电子显微技术。例如，若要生产出长一千公尺的纳米碳管作为光纤材料使用，我们必须具备能将纳米碳管。 编织成线的技术，但这技术可能无法在未来十年或是二十年内完成。本讲是先在那边休息一下，谢谢。刚刚我们介绍提出纳米的始祖费曼，接着我们来看看纳米材料与纳米结构是纳米科技发展的一个核心部分。那么发展历程呢？我们可以约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一九九零年以前，重点是材料的制备与研究。它的内容呢，包括了纳米粉末、纳米薄膜、纳米经历或纳米相组成的一个块块体材料的一个制造，以及呢这类的纳米材料不同于块体材料的一些特性检测与评估。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在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四年，它的重点呢是利用物理、化学。 和力学的性质呢，制备纳米复合材料，主要的内容呢就是纳米微粒与纳米微粒复合、纳米微粒与块体的复合及纳米微粒与薄膜复合等材料的制造。到了第三阶段呢，是1994年以后，它的重点呢是纳米结构组装的系统的开发，利用纳米微粒、纳米线、纳米管或微孔为机体呃基本的单位。 组合成一维、二维，甚至到三维的纳米结构，以及纳米尺度探测与控制的一个技术的研发。那么，再来，它内容是材料呢？哦、呃，科技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原动力，而纳米科技呢，是为材料创造出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这些新的材料不仅是更轻、更强、更具有弹性，且材料本身呢，又具有高灵敏度、多功能。 智慧化等特性，除了量子效应和表面效应外，由下而上的组装观念，更颠覆了习之的由上而下的观念。再来呢，我们再请陈老师说明纳米的材料。好，那有关纳米材料的部分啊、哦，我们知道说纳米材料的物质呢，在纳米尺度的时候啊、哦，会跟他们在聚光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啊、哦。举例来说呢。 不同诶、欸、不透明的物质啊，在纳米尺度的时候会变成透明啊。那惰性的物质啊会变成当催化剂啊，就是铂。那安定的物质呢，相对的会变成易燃啊，比方像铝或铁。那固体啊在常温之下啊变成了一体啊，比方像金或者是钛。那绝缘体也会变成导体啊，比方像锡啊。那我们知道纳米材料它的神奇呢，主要是来自于说。 啊，其在它在纳米尺度下啊，所拥有的一些量子，还有表面的能量的一个现象啊，因此可以有许多重要的应用，还有制造许多有趣的一些材料。那所谓的纳米材料啊，这个纳米的材料我们泛指整个粒子的尺寸啊，在一到一百个 mm 之间啊，这个范围之内的材料我们就概称为纳米材料。 哦、啊，那不管哦、啊，我们不管说是物理性质哦、啊，或者是化学性质哦、啊，那整个纳米材料的性质呢，它都跟快材有着显相当大的一个差异性啊，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知道纳米科技的应用跟未来啊，我国啊，我们国家在九十一年啊，就由国科会，还有行政院的科技顾问组，啊，还有中研院，还有教育部，还有工研院，还有经济部。 啊，以及原子能委员会，还有环保署等等等等的单位，二十五位代表啊、哦，共同组成一个纳米国家型的一个科技计划工作小组啊、哦，这很大很大的一个计划啊。那他在九十一年六月啊、哦，由行政院国家科学科学委员会第一百五十七次的委员会中通过了整个纳米国家型的科技计划，同时啊、哦，也在九十一年九月。 啊，正式成立纳米国家型科技计划的一个办公室。好，那希望啊，借由计划的办公室来整合整个产学研的一个力力量。啊，主要是为了建立我国发展学术卓越，还有整个相关应用产业所需要的一个纳米平台的一个技术。同时呢，也为了加速培育整个纳米科技所需要的人才。好，也奠定了我国纳米科技。 厚实的一个基础啊，那并且呢，利用整个纳米科技啊、哦、来带来的创新，还有我国啊、哦、过去在高科技制造业所累积的一些优势啊、哦，还有利用、哦、我们在整个在学研机构啊、哦、长期所建立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能量啊、哦，目的是着重在整个创新前瞻的一个研究啊、哦，来开创我国以技术创新还有智慧财产创造为核心的。 高附加价值的一个知性、知识型的一个产业，好、哦，那到了民国九十二年开始呢，整个奈米国家型的科技计划也开始推动啊、哦，那代表各部会研究计划啊整合的推动的一个新的一个开端啊、哦，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这样讲，那整个奈米国家型的科技计划啊，大概可以分成四大分项啊、哦，还有整个职责，那我们对它这四大分项跟职责划分如下。 好，第一个我们称为产业化技术的一个分项计划。好、啊，根据整个纳米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经营环境，还有我国的产业的结构，还有纳米科技发展的进程，还有整个市场发展的一个前景，整个来选择还有规划适合我国发展的一个项目。同时呢，兼具目前研发机构。 哦，跟整个产业界进行中的一些活动，以及掌握整个未来纳米技术啊，在研发还有应用上的潜力啊，并且产生重大的突破的一个契机啊，这是第一个，因它的未来性。那第二个，整个学术卓越的分项计划哦，我们又可以分成底下几个项目。第一个，我们称为纳米科学技术的一个基础研究。 啊，纳米科学基础研究，第二个我们称为纳米材料的研究，啊，那第三个我们称为纳米操控，啊，还有功能元件制造，还有特殊仪器等等尖端技术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那第四个呢，我们称为纳米能源，还有环境研究，啊，第五个称为纳米生物的技术研究，好，那第三项呢，我们称第三个计划我们称为人才培育的分项计划。 那希望借这个计划，借着这个计划呢，能够迅速啊，迅速的提供我国发展整个纳米国家型科技计划所需要的各种跨领域的一个人才。那针对纳米科技的跨领域的一个人才的培育呢，将不仅仅只是传统所所言各科技领域的跨领跨领域的整合，哦、啊，至少哦、啊，它需要具备包含像工程。 还有基础科学，还有经营管理，还有制裁权的法律啊、哦，还有人文社会以及生计医学等等领域的知识。那同学就知道这个涵盖得非常的广啊、哦。那第四个，啊，我们介绍核心设施的建制，还有分享运用的一个计划啊、哦。那这个计划呢，包括学术研究的重点设备啊、哦，跟整个运用的分享啊、哦，主要是指的是国科会的一个。 分享哦，还有整个产业应用的核心设施跟整个运用的分享计划哦，那这一部分当然就是经济部的技术处负责的，还有包括纳米技术计量的一个标准的计划哦，那这一部分是由经济部标准检验局负责的。那其他的地区呢？好、哦，我们等一下在下一段再请韩老师为我们做介绍哦，比方像美国的发展等等的。那这一段我们就到这里稍作休息，谢谢。 在前面呢介绍了本国的耐纳米科技的一个发展，那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美国部分。美国呢发展最新的纳米细胞的一个制造技术呢，美国国家标准与科技协会指出呢，已经研究出一种生产一致而且呢能够自行组合的一个纳米细胞，那么的一个方法，已应用在封装压缩药物的一个治疗工作上面。目前呢，这个技术已经提出了一个专利的申请。 这种技术呢，当前可被运用在药物的包装技术上，可以更精确地确保药物的用量。未来呢，将运用在癌症啊化学治疗的相关技术上做更进一步的一个研究。再来呢，DNA 的一个检测晶片的一个进展。西元二零零四年呢一月，美国惠普公司呢正式对外发表其用来快速进行 DNA 检测的一个纳米级的晶片。 取代目前在 DNA 检测上才以光学原理呢为基础的基因为晶片法，那么的繁复的一个检测步骤。目前研究团队呢，正发展利用较便宜的一个光学石刻法，那么以制成 DNA 检测的晶片的元件的一个技术。那再来呢，在地下水污染改善的研究部分呢，在二零零四年四月，美国发表了一种。 纳米微粒的技术，由于亲水性外层，使纳米微粒呢溶于水；内层防水层呢能吸引污染源三氯乙烯。那么纳米微粒中的铁锌呢的，使得三氯乙烯产生分裂，进而使得这个污染源呢逐渐分裂成无毒的物质。再来呢启动癌症纳米科技计划。那为了广泛呢将纳米科技。 癌症研究与分子生物医学相互的一个结合，美国国家癌症中心呢提出了一个癌症纳米科技的计划，那么将在透过院外计划、院内计划与纳米科技的标准实验室等三方面呢进行跨领域的工作。计划设定了一个六个挑战，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表。第一项呢是预防与控制癌症，发展能投递抗药抗癌药。 物及多重抗癌疫苗的耐敏级的一个设备。第二项呢是早期发现与蛋白质学，发展植入式的早期侦侦测癌症生物标记的一个设备，而且发展能能收集大量生物标记进行大量分析的平台性的一个装置。第三项呢是影像诊断，发展可以提高解析度、可辨识单独癌细胞的影像装置，以及呢。 将一个肿瘤内部不同组织的来源的细胞呢加以区分的一个纳米的装置。第四项呢是多功能的治疗设备，开发兼具诊断与治疗的纳米装置。第五项呢是癌症照护与生活品质的提升，开发改善慢性癌症所引发的疼痛、沮丧、恶心等症状，并提供理想的性的投药装置。 第六项呢是跨领域的训练，训练熟悉癌症生物学与纳米科技的新一代的研究人员。那么这是美国的部分。接着呢，我们请陈老师呢再介绍有关微机电系统的部分。好的，那微机电系统这个名词，同学可能比较陌生啊。那相对的，同学比较熟悉的半导体，好，那接着我来深入的介绍微机电系统。那所谓的微机电系统呢，它的定义。 啊，是一个智慧型的微小化的系统啊，那它包含感测啊，还有处理或者是自动的一个功能。那主要啊，它包含两个或者是多个电子、机械、还有光学、化学、生物、磁学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性质可以整合到一个晶单一或者是多晶片上面。那在美国啊，我们称之为。 微机电系统啊，就 micro electronic mechanical system 啊，我们简称 MEMS。那它的定义啊，是整合的一个微元件或者是系统啊，包含啊包含利用 IC 相容的一个批次加工的一个技术制造的电子啊跟机械的零件。那这个元件啊，或是这个系统，它的大小啊，从微米啊到毫米之间啊。那在日本啊，我们称为 微机械啊，就 micro ma c h i n e s 啊，那定义啊，日本的定义是说体积很小，而且能够执行复杂微小的工作啊，具有功能性的零件的一个元件。那我们国家啊，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啊的一个科学技术资料中心的定义呢，啊，它是下降的定义啊，它是以美国的定义为主啊，依循美国的定义，并且呢，还南瓜、欧洲还有日本的定义。 啊，这组成一个微机电系统的一个技术啊，那主要啊是利用啊系统技术，还有微技术，还有材料与效应等等的技术啊，制造出微感测器，还有讯号处理机，还有微引动器等等的。哦、啊，那我们知道它的应应用领域呢，非常的广阔哦、啊，包含像制造业，还有自动业啊。 还有资讯跟通讯啊，还有航太工业、交通运输啊，还有土木营建啊、环境保护啊，甚至到农林渔牧以及医疗福祉等等的行行业这它可以应用的范围。那一般而言呢，啊，对于能够把每个微元件结构啊，或是系统本身定义在 newm 啊，m, 也就是微米的范围啊，或者是 微结构的机械运动范围啊，能够达到 New M 的一个精准度啊，或者是位移量啊，那在这样的精准度啊的范围内的微元件哦，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微机电的一个元件啊，微机电的元件，而把这些微机电元件跟其他的周边 IC 啊所组成的系统啊，整个系统我们就通称为微机电系统。那目前来讲啊，微机电系统是目前。 科技界公认啊最具有发展潜力啊未来的发展潜力，还有最具前瞻的一个研究的领域。而整个微机电系统的发展的由来呢，其实它根源于一九六零年代啊中期啊那时候是利用半导体的制成来制造机械结构在细晶片上的一个概念啊那这个概念被提出了之后，也吸引了许多人才啊许多人投入这个技术的研究。 到了一九七零年代的中期呢，利用这个技术啊，制造结合机械还有电子元件的一个半导体的感感测器，成功的被开发了啊。一九七零年代，那到了一一九八零年之后呢，跟该技术相关的一些研究啊，也像雨后春笋般的被提出，而这些研究的内容呢，也不再局限于感测器啊，除此之外还包含一些复杂的机构跟元件。 哦，比方像说 POMP 哦，泵浦，还有阀门 v a f arm, Buff, 哦，还有齿轮、马达，甚至夹子等等的。那由于这项技术的逐渐成熟，还有它的应用的范围逐渐的扩大，哦，整个研究的人员哦，也把整个目标哦，是定在发展一个完整的一个微型的系统。那整个系统包含像感测，还有自动，还有讯号的处理，甚至控制等等的多项的功能。 啊，例如微型的机器人，还有微型的硬碟机啊。那我们希望能够啊，像半半导体的产业一样，啊，为整个本世纪的一个革命性的技术做翼翼助啊。那有关微机电的系统的一个特点啊，還有它的优点，我们再请韩老师为我们做说明。那我们知道呢，微机电系统的技术呢，有以下的优点：第一个，可以将机械结构与电子路线路呢整合。 而且可以批量的一个制造，使得成品造价呢降低，而且品质呢均一。再来呢，我们可以缩小成品的一个尺寸，但增高了它的精确度。因此呢，微机电系统的技术呢，可用来制造许多低成本的感测器和自动器。目前应用于 MEMS 呃微机电技术的生产的商业产品呢，有压力计、哦加速计、生化感测器、喷墨印表机、喷头。 还有许及诸多可丢弃式的医疗用的用品。由于这微机电的技术呢，除了本身具有多方面的应用外，也关系未来多项关键工业的发展，在国防、生物等科技。因此呢，各先进国家呢，投入了大批的人力与财力呢，进行了研发。那微机电系统呢，目前与未来的技术应用发展的重点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表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在生物医疗部分。 好，有诊断晶片、DNA 晶片、啊，蛋白质晶片，那么这些等等。那么在我们的资讯科技术方面呢，有微型的电源供应器，哈的像整合型喷墨头、微型原子力显微镜等等。在通讯科技方面呢，有光开关，啊像射频收发机、哦光收发机等。消费性电子部分呢，好像家用器具啊这些部分。 半导体部分呢，为热源为主装；那在自工自动化工业制造与元件部分呢，像纳米制造、像高温或高深宽比的一个铸造、时间控、像科学仪器与测量、精密铸造等等部分。那么这个这个部分呢，是本讲是有关介绍纳米科技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下一讲是呢，继续介绍。 第七章的后半段有关纳米科技应用与它的潜在的危害，欢迎下回呢下回继续按时收看，再会。